实也是很多的舞狮家。特鲁姆普在这届比赛里是两杆破百，本届比赛。我们再说一下啊，这场比赛的胜者是后天的凌晨，李文、马克威廉姆斯、罗布逊，这三位加起来拿了。说是买啤酒啊，配橡皮鱼，夜市的套路，八零后人都学会了，就搭着买。哎，那这样这世界冠军总数就更多了，437，哎呀。高能这边防守啊，这还运气不错啊，擦到之后回来了。球能弹起吗？还没有。那这个赛季的赛历啊，比赛日历，我们强烈建议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台球”，知道了，不用问了。特朗普跟墨菲关系也不错啊，都是英格兰的孩子。高杆。Nine。大家微信搜索的叫“台球不闹腾”，台球不闹腾，你关注不闹心也差不多，因为那。Seven。一杆上库，可以找中带，可以找底带，两颗球的位。28，资格参加球员锦标赛吗？没资格啊，此时此刻还没有资格。当然，他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他还有威尔士公开赛，大概啊，大概要打。赛的资格赛已经输了，所以奥沙利文只有球员锦标赛的。另外，土耳其的这个签表到现在还没有出，这球刚就觉得趴的时候有一点犹豫，球和贴着的那颗红球，其他球都不太难。忘了，等回复排名，反正您关注了之后回复排名，回复。反正特鲁姆普这边呢，他基本上不需要为球员锦标赛来担心，他需要不是依然是第十位，明显感觉就是很顺，比肖国栋要顺一些。放一点，放进去，小面顺利的 C 道啊，漂亮，有的可能。对对，漂亮，球空进一点。39，只播一场球的话，其实是可以保证八小时睡眠的。今天下午还跟朋友去球房抢了两个时。没解到，就是没解禁，解到，没解禁。什么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一天前啊 ，WST 发的一份文件，如果大家关心这十位球员的情况以及所谓的假球案的进展，这个例就都有谱了，一定要去看一下。好球，看看会不会漏中带，还是得高杆。Free.
讲实话，萧国栋第一局撞，我天哪，这炸鱼缸，这能说什么呢？这叫的小特这种单颗球杀伤力确实是小多了。哎，直接往前推啊 ！Five， 萧国栋今天不能战胜特鲁姆普的话，那薄后要想好 K 球，去看一下这个报告，台球不闹腾，恢复下。黑的了，基本上就是我播球他都会来骂两句。这个我们老朋友来了总要准备一些礼物给。瞬间和你想要的杆法就出不来，这接触的时长就出不来，所以还是要有翘粉这个东西的存在。试图重返职业，只能说是现在试的不太顺利。讲实话啊，因过去这三年因为疫情带来的一些确认啊，转过年就会去打泰国的这个女子的世锦赛，这算是她冲击职业赛的第一步吧。好球，six。还是调的者是篮球附近那一刻也可以下来，可以为黑，这几颗难度球啊还是需要处理一些，直接登34，还是要同带。50，现在谁排名高？这怎么说呢？对吧 ？K 球的角度更好。好金，哎，小果冻和郑宇博谁立？打走就完了，没那事儿。给了一个下球的这个带离带口啊，这镜头里没那什么。
爆狗分中火这一碰呢咱们且不说防上没防上分主播广州之后就不在了而且不是说斯诺以及还有钱啊你进入奥运大家庭你要为这个忘了高翻推冷灯也塞到这个小面上这小面其实还挺宽的这篮球不困难右底是最好的但是现在呢需要转一个面